众朋友，大家好，你们现在收看的是九四阿 Q， 我是阿 Q， 我是一晨。今天的来宾，她是又甜美又性感又可爱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女神阿凯乐。欢迎凯乐带来的《致未来的恋人》啊！掌声欢迎。或者是上当是苦的，在猜前的过往是否现已不怎么样，对爱情有期望，难道只能顺其自然？亲爱的另一半，你究竟躲在哪一个海角天涯？ Oh baby loving you， 和你亲口对我讲， Oh baby love is true， 我要保持痛的乐观。就没再见面。至少在节目停了之后，有点尴尬。节目会很久，对，一直见面，你每一张都来吧。对，每一张都来。那我明年会努力再来。好，大家来哦，那好，打勾勾了，打勾勾。你主持的风格好像流氓。什么流氓？大家来。在制作这个专辑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就是录音的时候啊，因为刚刚唱的那首歌听起来好像很轻快，其实《未来的恋人》超级快。那边老师是他帮我练习的时候，唱歌老师帮我又加快两倍速，《未来的恋人》《未来的恋人》这么快的在练，饶舌歌手那感觉很难练呢。饶舌歌手的《未来的恋人》语速，你试一试，《未来的恋人》。还可以吗？可以，还可以。未来的恋人，好，算了，不行，要再清楚一点。未来的恋人，未来的恋人，未来，你不行，对不对？难怪我没有出专辑。然后还有这次的那个《恋爱泡泡糖》这首歌，有编了一个泡泡糖舞，想邀请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跳。真的吗？对，我们有这个荣幸吗？弄头发，弄头发，就蚯蚓蚯蚓干 ，like 蚯蚓蚯蚓干，五六七八，蚯蚓蚯蚓干 ，like 蚯蚓蚯蚓干，蚯蚓干 ，like 蚯蚓蚯蚓干，很好。再加一个更难的，蚯蚓干蹦蹦，好难哦。等下再一次，蚯蚓干，蚯蚓干蹦蹦，这我会。蚯蚓干，好大力！心目中理想的未来的恋人是什么样的类型？就是一定要个性好啊，脾气好啊，不要太容易生气或者太容易就爆炸了。像阿 Q 脾气蛮好的，你脾气超好吗？我脾气真的超好。那你为什么主持台上台下不一样？哦，目前幕后有差别。对啊，你应该台下也不好相处吧？你在台上超有亲和力，对？什么跟什么乱讲？台上超有亲和力，是真的。对啊，主持的蛮好的。有接鱼板好不好？怎么样？没有，没有。讲到未来的恋人，对，我们今天精心帮你安排了一个联谊。啊，我不想。结束了。
们今天请了三位男生，对对，如果被你选到，他今天就是男生；如果没被你选到，就是普通的男性，就像阿 Q 讲，普通的男性。对，所以今天你很重要。好，三位都是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类型的，不同类型，这么贴心。对，看哪一个有中你刚才那个标准。有帅哥吗？有，都比阿 Q 帅。哎，对。第一个阶段是什么？进行的是想要问凯乐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会问问题跟会聊天是一样重要的。主持人嘛，所以我在节目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其实我私底下比较安静一点点，然后我不会主动想话题跟人家聊，真的假的？所以我必须要那个男生很主动，很比较积极一点，不然可能就很容易就会据点，就那很吵杂，可以吗？吵杂，就是他真的很主动想要讲话，就跟讲人，就到处就。像谁？像嗨咖那样子。像嗨咖这样。我觉得没关系。嗨咖，嗨姐。哦，想问我的问题是吗？对，想问你的问题，然后你可以选择谁的问题比较有趣，对，他就有机会出来。哦，是啊。对。OK 啊，第一个 A 男要问凯乐的问题是。理想的恋爱泡泡糖是什么口味？他还帮我打歌啊！对啊，我觉得蛮贴心的。对啊，感动耶。所以这个啊，第一印象得分。哦。B 男最爱吃什么料理？那后面是不是有阿基师还是詹姆士？会做菜的男生你 OK？ 有加分吗？加分。有加分。那如果会做菜但很安静，也不行。不行，一定要两个人相处起来是好笑开心的。好吧，好。那如果做菜很好笑嘞？就是嗯。明明是要咸的，可是是甜的那种，很幽默。可以。西南的好长哦，对啊，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好长哦。哇，这个从儿童台姐姐到主持人，再到唱跳，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应该网络上也找得到吧？而且我大概回来了大概300万次了，所以看起来 A 男跟 B 男感觉你会比较喜欢，就是有帮我打歌的这个 A 男。好，那马上欢迎第一位来宾要带来的歌是什么歌？哎，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哎，现在问我是不是喜剧之王？哎。嘿，因为那个大字报没有写。欢迎第一位来宾带来的喜剧之王，耶！哇，欢迎大天！是我，是我，是我，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带来这首《喜剧之王》，耶！掌声鼓励，掌声。那这时候你们要干嘛？我们在旁边看你就伴舞吧，帮你伴舞。是一个这么尴尬的节目，是不是？对，就是很自然啊。对。想跳就跳，很棒很棒，很欢乐的感觉，哇，真的很抽象，抽象，现代舞的感觉。我看这个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嘻哈的动作，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的琴拍的拖也许很少，中的枪挨的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得越演越，我伤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谎言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掌声鼓励陈大天。哇，那 A 男就是我们大天。对，听起来像什么？就是做了什么坏事？是啊，哎，这个问题的概念，你怎么会想问这个？因为我想说，这一张就是主打就是这个泡泡糖，对不对？那一定要透过这个延伸话题，你要代表说你要对女生要有点了解，她最近做什么事情都不了解，你要跟她聊什么呢？真的很聪明，有很多话哎。对啊，我这个人就是冠冕堂皇啊。泡泡糖有这么多种口味，对。
对他如果讲哪一种口味，搞不好那个感觉是跟我很雷同的，我就可以问出他的喜好啊，对不对？哦，是吗？对啊，我最喜欢吃葡萄口味的泡泡。葡萄口味，我好像没有配到。没关系，因为我们下一个环节蛮重要的、啊。对，对，就是、想对凯乐的互动。对，互动，互动，一样。啊有 A B C 男，那大天他想要的互动也在里面，所以他不也不是 A 男，不是了，有打乱。除非你两次刚好都选到我，那后面真的不用出来。真的。好，A 男想跟凯乐进行什么互动？一起跳恋爱泡泡糖。蛮聪明的，有。对啊，对，有帮我宣传。B 男，凯乐对我跳，怎么好意思啊？这个要先回家。对，怎么可以邀？应该是杨森达，应该是杨森达。后面有杨森达真。什么东西？那就这两个人啊，就是会这样。不要选 B 男，比较长，一起去跳哪里了？我的骆驼。哎，这很幽默哎。这个人太强人所难，这是。可是我觉得好笑哎，很无厘头，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笑？万一是杨森达怎么办？那我选 A 好了，我怕这个是杨森达。那我说实话，你想选这个吗？选 C 好了，你要选 C 选 C 是不是 ？C 就是杨森达。谢谢，我是杨森达。怎么又是你啊？你后面两个我很抱歉。后面真的不要，而且他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尽情的拉票，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我刚刚还有询问，我刚刚很客观的，我说如果是杨森达，就是杨森达帮我扣分。A 男 A 男好，但是他在出来然后互动之前，他也有带来好听的歌曲。对，这个 A 男呢，我来看一下哦。他怎么了？就不为我就拉倒。你要有、那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凯乐姐都教你了。他想要对凯乐说，看手卡了，丢掉，丢掉。好，所以接下来 A 男呢，他要带来歌曲是不爱我就拉倒。掌声鼓励。哇，好帅啊！好帅哦！要像刚刚一样那样吗？要像刚刚伴舞吗？你需要吗？需要可以啊。可是刚刚降唱其实有点喘。寒流来了，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有点浪漫的感觉。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上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线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的怀抱真比我好，你幸福就好，你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我没有想到不爱我也拉倒也可以 popping， 很厉害，很强哎。那你今天是不是想要跟凯乐一起跳？恋爱泡泡糖。对啊，就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那你有没有学好了？我就是想要教凯乐教我，因为这样才有互动。哦。因为自己学好就很。你说哪一种教啊？就是摸着你的手这样教吗？chewing gum 的时候，右肩往后撞两下。好 ，chewing gum， 然后蹦蹦的时候，胸部撞左边、右边。好，对 ，chewing gum 蹦蹦，然后 wave 两下，哎呦完蛋。OK， 对，然后再圆的 wave， chewing gum 蹦蹦抓两下。这么复杂，你学好了吗？学好。然后再甩两下，然后动头就没了。OK 哦，真是后悔了。怎么了，梦远？梦远还好，梦远不要，要不要再一次？帮你擦个汗，你怎么突然间讲流动不安？第一遍了，OK。要不要再一次？再一次。没想到跳这么完整。对。
音乐就只能有音乐，好。准备了，五六七。哎呦！不错，不错，他学得很，他至少他记得，他舞蹈底子的，厉害，而且刚刚秀胸肌，我看到你眼神是有发亮的。Nice。那你要不要一起来互动那个骆驼骆驼课吗？真的吗？一起要不要？五六七八，那。这么淘气，好好笑。目前这两位有心仪的吗？都很好，都很棒，都很好，对，真的真的。那我们把那个变态的叫出来。对，我们第三，对，毕竟来了，人都来了，对，就让他出来了吧。那我们就赶快来欢迎 B 男出场，欢迎 B 男。哇，欢迎黄旭。B 男你好 ，B 男，他们都有带来一首歌，你有没有带来什么？有，带来那个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哦，掌声鼓励。大胆要要求凯乐对你跳舞？对啊，该不会刚刚那个记者的问题也是你问的吧？也是我问的。那没关系，因为他们呢其实有带来加分表演。对，可以再加分一下。好，我们就先让黄旭加分好了。他刚在里面闷很久，对。我有带来一个小礼物。小礼物？对，天哪！好，礼物我要从里面拿出来。好，拿出来。是变魔术吗？这个礼物就是怎么样？有告白的？是会让你。怎么样？尝过一口就难忘。哇！尝过一口就难忘。怎么感觉 A 男 A 男的？所以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我知道巧克力吗？对，就是巧克力。对。还是喜欢吃巧克力。喜欢，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哎，重了重了。对啊，我的才艺很普通。我的才艺就是模仿啊。模仿就是你的强项，我喜欢。我就模仿几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音乐，大家也不知道在模仿谁。好 ，OK。我比较想看不知道模仿谁的人。比方说萧敬腾，来个手。萧敬腾，现场的。哎呀，新的哎，新的，你们。我是新的，好像，好像，好像。我说，哦，好厉害哦！我说凯乐，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萧敬腾跳哪里来的骆驼客？哪里来的骆驼客？大力冲吧！很厉害，而且还有新的，有进化，进化。而且我超级喜欢阿飞的《小蝴蝶》那首歌的。真的吗？
压力来了，梦远大哥，我排在最后面，根本就完全梦远你的完全被压倒了。你的加分是什么？我加分聊天。因为我刚刚听到凯特说他很喜欢。对，会聊天的人。对, 對, 對, 對、好，我就想说跟他聊一下。来，那我们就很快交给你们两位。这个很难呢。Hello， 凯乐。Hello。有点尴尬。没有了，这一开头嘛。等一下啦，认真的。其实我蛮喜欢的。再看。你今天在干嘛？这很明显吧？上节目啊。没有，我说今天要问。今天就跑宣传，今天有四个通告。哦，辛苦了，辛苦。不会。我问你哦，你喜欢烤肉吗？喜欢。真的？那你烤肉，你都喜欢先烤肉还是烤菜？该不会？该不会是要说考虑你吧？应该不是。来继续，我觉得不是。我比较喜欢吃烤鸡屁股。烤鸡屁股，对。那接下来怎么回答呢？那你知道我都喜欢烤什么吗？烤什么呢？烤什么？该不会是考虑你？没错，就是考虑你。所以没关系，被破梗没关系。所以呢，有配合了，有配合了，有别的。对，因为最近我都在考虑你嘛，所以最近天气很冷，所以呢，我特别准备了暖暖包，然后怕你冷。今天刚好变热，没关系。今天真的好热，28度。笑的变热了，对。那这个是新的热身，谢谢。对，然后这个呢是刚就是已经热了，不是啊，已经热用热，然后弄暖。弄暖，然后对，已经暖了。然后你的手可以借我吗？就伸出来，我要帮你热敷一下。谢谢。没有，我帮你热敷一下。好。最后一句话，凯乐 ，I love you。哦哟。哎，这个蛮厉害的，好直接。这个我没有听过。I love you。好直接。这个很厉害，这个很新哎。I love you 哎。哇，好厉害哦！有加分到，有加分，有。聊完了。你来看我的手，我来甲你软体体，我飞呀飞秋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呀？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一阵风对面前，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好的，接下来的单元不简单了。怎样？好的，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因为今天他们三位来跟凯乐联谊，对不对？代表说真的很喜欢凯乐。嗯，是吗？还是想要赚钱？到底是不是骗通道？就是这个，是不是？就在这一题，就在这个游戏就可以知道，这个游戏叫做了解凯乐抢答赛。没错，就是那么直白的。这个名字就叫做这个了解凯乐抢答赛。很直白，很直白。没有去别的，就叫了解凯乐，就是讲一切。好，准备好了吗？好了，这么冷静是不是？准备好了吗？好，第一题。好，马上进行第一题。第一天不是我紧张干嘛？是他们紧张。好，第一题，凯乐心中的第一名天才男艺人是谁？一 GD， 二 Rain， 三罗志祥。简单呢。罗志祥，阿翔是不是阿翔呢？答案是错误。还有机会，就肤浅。对，只能让我来。是罗志祥哎。没有，如果你说第一天才就是罗志祥，他会看。第二题是，请听以下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凯乐的哪首歌的倍速放慢版？
你知道，是那个三人行，哇塞，哇塞，厉害！你怎么听过？YouTube 有听过。哇，这首歌很红，不是，大家不是怎么听过？你们两个怎么没听过？听过，对啊，有听过，没听过怎么会啦？三人行，三人行。第三题呢，我们请看电视荧幕，哪一号才是凯乐的眼睛？这很简单啊，就是三号啊。梦圆，你怎么会比我快？你怎么可能？请对 GoPro 说。对 GoPro， 怎么可能？可是你刚刚说三号。对。你就讲啊。你就讲啊。你就讲啊。你敢你就讲啊。二号，确定要不要变？一号也有星星哎。对啊，都有，大家都有星星。二号。二号，答对。需要迟疑啊，没有，我先想说刚刚骗我三号，然后明不是啊，一号真的长得蛮惊悚的。再来呢，第四题，请看以下凯乐的舞蹈影片。哦，这个是静音的哦，要让大家猜猜凯乐跳的是他的哪一首歌哦。所以看舞蹈动作，对，没错。哦，哎呀，有那个碰碰，然后动动那个恋爱碰碰糖。啊什么？恋爱泡泡糖？你说什么？泡泡糖啊！他好紧张。恋爱泡泡糖是不是呢？答对了，答对了。所以现在他高不是？他第一名哎。对他现在领先。后来居上。后来居上。好，没关系。还有第五题，请仔细听以下 Google 小姐的歌词，请问她念的是凯乐的哪一首歌？镜子耍眼神傻得很认真，爱幻想浪漫情人兴趣很难生像我脚踩住左蹲心动要承认给爱我绝不吝啬乐天派很单纯自信的雅典娜女神想爱你不是有帮我分享吗你要用费玉清讲爱让他久等了答对了厉害了好厉害好最后一个这题算两分好不好好哎、欸、这题我觉得这个不要是不知道真的不行真的不行请问凯乐的星座是什么来有没有走、啊、星座走、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猜猜看嘛你觉得我是乐天嘛？对，乐天完蛋了，完蛋了！猜猜看，乐天就总会猜中的、啊，对。牡羊座，哇，真的完蛋了！牡羊座是萧敬腾。再来，再来，还有吗？你随便猜嘛。你讲啊，不然这样好，我小小给提示，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好，你先说，你先说。9月22号，处女座。哇！你干嘛那么晚才说？为什么你知道我生日？没有，就会去查，然后稍微记。哇！他真的有备而来哎！这种会调查的男生最恐怖。你很恶心哎！没有。对啊。你待会有十秒的时间可以考虑。好，待会就是用这个泡泡糖啊，就是这次有送大家的泡泡糖。你要丢他们是不是？对，可以。哇！阿弥陀佛，怎么会这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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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不错不错。现在呢，凯乐先站到我旁边好了，然后三个男生呢，你们低下你们的头，伸出你们的右手。对，好，紧接着最紧张了，凯乐，你有十秒的时间选，或是你要一分钟也可以。好，加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哇！真的是我！有！怎么会？第一次被选中。我本来差点没有要选你，因为他知道我的生日，我觉得怎么对？怎么会太贴心了？对，可是乐福我，对，可是你一开始那个骆驼客，还有那个帮我打歌那个，我觉得太就是用心，对，很用心。他们两个配对成功了。我们的不要打扰。哎，我第一次赢帅哥哎。对。因为好特别哦。是，因为没办法回到现实。是不是害羞？
对啊，这太意外了。我就会有点紧张。刚刚那边很灰暗。对，很乌云啊。当帅哥还是要培养幽默啊。给你一点颜色，你染发了。你们要不要一起吃这个泡泡糖？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明年说不定还会请到凯乐，他们还有机会可以配对成功，不要担心。不行。这么棒的，配对成功，凯乐。我想说，你当他什么？一直配来配去。那明年凯乐出专辑就请大天一个人来就好了，没有问题。好，谢谢大天，谢谢凯乐，谢谢王旭，谢谢王旭，你们最爱的 Super Star 全部都在 Yummy Star， 帅哥哥，下次见，拜拜。